田芳宇参加 Ella 新节目《丑女天团招牌季》炒热话题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Ella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创造101的声乐导师。女团，我是专业的。想要出道，先过我这一关。Ella 担任导师选秀节目《创造101》，4月21号即将上线。节目组昨天一口气公布一堆卡司，参赛者惊见。Hi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imberly 陈芳宇，我已经在台湾出道6年的时间，然后你们有可能有听过我的歌《爱你》。就这样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随时都要一起。创造101网罗不少已出道艺人，据悉 Popular Lady 的宝儿羽珊有出演，女团 AND 成员杨云晴。还有彭于晏前绯闻女友林嘉安都在参演名单里，但当人吓到吃手手的这个另类天团也入选了。Sunshine 被中国网友封丑女天团，在总参赛者中颜值特别的突出。据头照传回 Produce 101原创韩国，引发网友哗然。啊，这个关于时间部分应该是这样。跟着自我的感觉。阿卡，这个意思到了就好了，不用看太多了。三帅一开始录影就刷了一波存在感，粉丝在网络上为偶像叫去，说101剧组各种催促，还三帅没说话就上阵。三帅成员 Cindy 还附和快去赴人，但现场工作人员跳出来打脸，自三帅自己不化妆，工作人员也是脸懵。啊，总之还没开奖就先出名啊，也算一回成功的博版面喽。